少主，对不起，一定要活下去。醒醒！你还好吗？看你好像做噩梦了。她是那么漂亮，那么温柔，又那么善解人意。哦，对了，我来这边是叫你去大厅，老大说要开会。你醒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相较于蛇七八家都处在不利的地位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了元智女，我们就拥有了优势。各位，恕我直言，蛇七八家现在应该没啥精力对付我们。什么意思？我原本来这边就是做蛇旗八家的调查嘛，也不是来混饭吃的。你们现在应该都知道白王是多可怕的存在了吧？他可是仅次于黑王的超强存在啊！而猛鬼众的目的就是复活白王，以此来统治世界。但是如果真的复活了，以白王那个无差别全范围攻击强度来说的话，那将不是统治世界，而是毁灭世界。Bingo！ 而蛇旗八家虽然现在看来和我们是敌对的，但是在阻止白王复活这件事情上是统一的。他们在多摩川那边挖了个隧道，直通藏骸之井，计划着把成吨水银倒进去。所以我说，他们现在应该在抓紧挖通隧道，赶快用水银毒死白王，没时间理我们。厉害呀，芬格尔师兄，这可是我很重要的实习成绩啊，当然要拼命来收集情报了。不，不好了，外面挂满了你们的照片，大荧幕上。什么意思？你慢慢说。外面，全东京都挂满了你们的照片，还有你们带回来的那个男孩子。什么？这种熟悉的剧情，到现在为止只有詹姆斯·庞德才能享受的待遇，说明我们暴露了。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但是毫无疑问是为了通知蛇旗八家我们和云智女的所在位置。蛇旗八家不是没时间理我们？那是在不知道我们位置的前提下。现在我们就是送到他们嘴边的特级料理，哪有不吃的道理？不是说在忙着倒水银？不管怎样，先出去看看吧。
蛇旗八家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来了，他们的目标肯定是袁志宁。可是那个人已经窝在房间里好久了，不说话也不吃饭，如果被蛇旗八家的人抓住肯定不会反抗。没错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袁志宁交出去，那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筹码。陆明飞，你和楚子航进去保护好袁志宁，我和芬格尔留在这边守住大门。你没有出现在大荧幕上比较安全，你去各个地方调查一下现在蛇旗八家的情况。先回来吧，不怕睡醒。你刚走不久，这群暴走族就冲过来了。虽然不足为惧，但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有趣的情报。菊正宗已经确认死亡，蛇旗八家内部的关东支部叛变了。刚才他们关东支部的内部通讯器上说，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说帮王将复活白王。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杀掉宫本智雄。宫本智雄在多摩川挖通往赤鬼川的隧道，看来他们是要在藏海之井做什么。不管是如何，都需要你去调查一下这个事情的详情。你要去哪边？也好，但是你要小心，关东支部所有的干部都前往了那边。
哪里来的家伙？声波探测，看我们距离赤鬼川还有多远。大约20米。岩层中的噪音很大，测算结果可能不够准确。加快速度。喂，那边那个人，不要愣着了，过来。我要与龙马军联系，你来替我检测这里的隧道反应。隧道的尽头就是连通残骸之井的赤鬼川，也就是白王遗骸的安放地。这个计划有一丝偏差，就可能会导致整个东京的沉没。一定要注意，有一点不对马上向我汇报。龙马军，现在情况如何？没有问题，关东之围也到了，公路和森林的防护就放心吧。虎车，你的车怎么回事啊？龙马家主，你看看吧。混蛋，你这是……龙马军，龙马军，这个滴滴声是龙马军传来的暗号，这是在关东。大家长，收到龙马军的报告，关东支部背叛，我想他们已经接近红井了。宫本君，第二次声波探测的结果出来了，数据很奇怪，请务必过来看一下。这里的噪音显示有另一台挖掘机也在朝我们的目的地前行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。是猛鬼众，他们挖通了与我们对接的隧道，然后就等待我们打通赤鬼川。到时候红色的水与那里的神将会一起涌入猛鬼众的隧道。真是精密的计划呀，王将，强大的果然不是人类。所以关东支部会叛变，是为了掩盖王将计划中的弱点。现在只要我找到那个弱点，只要找到，我就能胜利。小青，先处理这边的事。好久不见。我的实习专案与这里有关。什么事那么有意思？我想到了王将的弱点，我想到了王将的弱点。王将的弱点是什么？
害怕我提前打开残骸之井。如果我能在两条隧道贯通前打开残骸之井，那么赤鬼川的水流就会带入神的胚胎，流入红井。现在就要把5000吨水银全都倒进红井里去，我要引爆铝热剂燃烧弹，我要把红井变成龙类的地狱，他永远也别想得到活着的神。王将最害怕的人是我，他怕我提前打开残骸之井，所以他要杀了我。你一个人可以操纵超级绝境机吗？没问题，我是全日本最懂这台设备的人。死，我从来不怕。还是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做到。你会有35分钟。我们需要保证那个人35分钟的安全，而强大的威胁正在来这边的路上。结束后，我愿意与你好好聊一下。我很期待再次与你并肩作战。说好了保护他35分钟，他还有10分钟。地震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走吧。放他们走。如果我们是朋友，那有多好。